你们不能这么写，我没有撒娇。求夸。拜托拜托，君君，谢谢哥哥，太小太呆了一下。主要我还跟狗吵架了。你大点声，不帅。史蒂夫，我这样看一下高一点。把小背心脱了。你是人啊？我不想自己又变成一个煤炭，那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。怎么的？哎，这个朋友。坐了一个过山车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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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， 我太帅了，你怎么那么精致？是不是？我走，老王推车，哇，这多浪漫啊！你做个梦，这点蛮不错的，放心吧，丹曼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感觉。既然说到了弟弟，对于弟弟现在越来越喜欢跟你撒娇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因为再说一遍，我没有撒娇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也跟他商量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要在我耳边叫好不好？因为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，大哥，我也没有意识到你在跟我撒娇，朋友。你们不能这么写，我没有撒娇。那你就想，天，对，就是那个我好像我确实也不记得他会这样做这么。我没有意识到他在跟我撒娇，对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真的，他就是在那儿。拜托拜托，求夸。不要了吧，大哥。一下，你等一下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别人干让你干嘛吗，军哥？倒也是，你也在 push 我。我没有啊，不要 push 他，弟弟。对呀、啊。我没有，我是在邀请你。快点快点，你其实很乐意干这事儿的，不要抗拒了，快。我真的不太乐意，我怕摔下去，大哥。就浅试一下，浅试一下。不。啊不是，我真的就太想再打孩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拜托拜托。哎，我感觉军哥像在拉车。好好玩。加油，军哥，加油。看一眼我镜头，哇！加油，君君！哎呦，加油，君君！哇！谢谢哥哥。嘴唇都抿起来了，你们不要说话。牧野附体。不用你给我打拍、啊。我才笨，还对话了。稳住稳住稳住，加油孙姨。哦，哇哇，可以吃饭了，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原来你还有这一手呢，厉害。我经常看完日出我睡回笼觉的时候。你看日出了？看了呀。哇，你能起来看日出？他呢？就是他把我薅起来的、哦、日照金山，日照金山，边看边哭，嗷嗷哭。我真觉得人如果放空的时候看一处地方，真的很容易哭。嗯，会有一丝丝那种感动的感觉。完了，王鹤棣还突然放音乐，我真的也哭了。你看什么歌？主题曲。哦哦，然后呢？他就伴着那个声嚎啕大哭吗？嚎啕大哭啊啊！声嘶力竭的那种。我昨天晚上还跟狗吵架了，是吧？而那狗还真急了，那个狗真急了，那个山下村里面的狗，
吵什么呢？什么内容呢？我也不太知道，狗知道。狗是真知道，狗因为狗急了。说到他心里去了。我应该还不止单挑，我应该是一对好几个。是。然后我睡回笼觉的时候，我就梦见，节目组安排了两个大厨来到那个孤独屋，给我们俩做了一顿很牛的早饭。你们俩去那个孤独屋的感受怎么完全不一样？哦，我们俩上去可老开心了。我们后来琢磨就是失误了，应该多带点就是厨具啊或者吃的东西。带点牛肉上去就可以烤肉了，我们烧柴火。真的是。然后还有一个失误就应该提前跟他们说了的话，我晚上就可以在那儿泡温泉了。你们到底是去惩罚还是去享受的？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惩罚。那个地儿就是一个享受。这个完全对于你们就是一个享受。泡个温泉，跟狗吵吵架，看看日出，看到哭。哎呦，那我们还会有露营吗？应该会有啊。那我一直在看露营的视频，有些女孩一个人去，哇，太厉害了，把帐篷搭好，无论是下雪、下雨，她的装备太齐全了。我就看那种视频，好治愈啊。喜欢露营的，他们就会弄很多那种装备。对，那装备特别贵，那一盏盏小灯，特别贵。你如果就是在那种APP 上搜就买东西嘛，就搜就是说露营小板凳，一个小板凳就得是好几百，但是你要是折叠小板凳，一个就是十几二十块。那其实有没有什么区别是吗？折叠小板凳太逗了，他们这是这种创新菜，奇奇怪怪的味道，奇奇怪怪哈。那天我们在我们酒店吃那个米线的时候，点那个火锅嘛。有一个百香果火锅，不提了。其实跟西红柿酸汤锅差不多的。不，我两种味道。哦，还好没给你做百香果炖鸡。不，万一你做的我 OK 呢，对吧？这两人，肉眼可见，肉眼不可见。肉也不可见。哎，你们东北是不是管肉叫肉？肉，肉，肉是吧？肉。武大靖说：“这雪山老好看了，肉眼看得很清晰。”右眼看清楚，你拿左眼看看。哎，武大靖挺逗的，只有他的脑回路能想得出来这种话，是不是？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。你要拍的，别停！不是，你们拍我之前，就是这个演出费也是没有的。我们这不偷拍吗？全靠偷拍，就是这个形象、出场费、演出费都帅呆了里头，到时候给你审片。给你审片去，快弟弟，你得继续打，你打你的就行。来吧，徐导。哎，我给你补一个机位吧。行，那你快来。我特写。快，来，开机。蝌蚪听到巨响而睡不着觉，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。你大点声，行不行？行。人不能两。台老师刚才特别好，神态什么的东西都特别到位，真的特别好的。但就是个声音稍微再大一点。不是你们给我找的什么对手、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说个台词都没有声音。不好意思。哎呦，弟哥呀，弟哥，对不起。小王，对不起。对了，不是你们，不，哎，下次，台姐就最后一次。你们给我找一个连台词都说不清的演员来，我怎么搭这个戏啊？他便宜，因为咱们经费都给到你了，所以他便宜。对。行吧，那再给你们来一条吧。就一条，哎，注意啊，哥们们注意啊。开始。蝌蚪听到巨响而睡不着觉，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哎呀，那么蝌蚪可以两次听到同样的巨响吗？好，两位老师杀青，太完美了，辛苦了王老师，辛苦了王老师，辛苦，史诗级的表演，史诗级，导演，今天的费用在哪里结呢？今天的费用就是那个导演，制片人，
这个时候李雪琴老师仿佛是卡住了一样不动，不是，因为我想再来一下。你打了，我打了。我觉得后边那个笑容我有点卡早了。打水漂大赛是什么时候小？他们说现在打水漂赢了可以得十个桃花币了。就你们这仨人参赛吧，来吧，打水漂大赛现在正式开始啊！下面也有请一号选手王鹤棣出赛，小心啊！哦，三个，下面有请二号选手敖瑞鹏。敖瑞鹏找石头。敖瑞鹏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他的参赛石头。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好的，下面有请二号选手敖瑞鹏出赛。三个是吧你？也是三个。好，现在比赛打平，很有可能进入加时赛。现在有请三号选手鸟鸟上场，他是否能绝杀比赛，直接获得冠军呢？我不信，我觉得最多三个。啊！啊！什么？啊！鸟鸟摁到了岸边，还溅了我一点水。就是说这个，要不要申请重来一次？我再打一次，如果打到两个，就算我公平的、体面的输掉，好不好？好。好的，鸟鸟的成绩是一个，鸟鸟淘汰。下面有请一号、二号选手进入加时赛。你先来吧。一个，好了，结束了。一个，哎呀，一个，开始了，二号选手出战啊，两个，冠军，敖瑞鹏，算你厉害，算你厉害，我又可以得十个桃花币了，我们的比赛结束，哎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敖瑞鹏以两个的成绩获得了冠军，两个都能赢。我俩不服，不服，我们已经比了一轮了，你们要来我得重赛。来，二位吧。不，我们第一轮已经结束了。不行，这就你们要来就要第二轮了，第一轮已经算我赢了。上一轮我已经赢了。不行，不承认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哦，这个很难超越了。主持人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了，哎，竟有了一丝帅气。哎呀，这玩意儿，啊，两个，我五个，快快快！现在目前记录是五个。啥呀？三个，我认输，我认输。我五个，快快快！现在目前记录是五个。扫一扫，扫一扫，不好意思，扫一扫，扫一扫。我太帅了！你要只打出一个很丢人。你这前面范儿起这么大。哎呀，你快点吧！二三四五六，哎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弟弟六个，六个，冠军，冠军，冠军，算你厉害，在打水漂领域，弟弟现在不可超越。志胜啊，听说刚才你赢了？没有，弟弟赢了。啊，弟弟赢了，打了几个？六个，六个就能赢啊？你没来，哥哥，来秀一下呗，打水漂。我马上下来。好。来，我先来。对，行，来。哎，就这你们就能赢？许志胜的形象突然高大起来。你试试，你试。你这，哎。你们这跟赢都差太远了。弟弟啊！弟弟啊！啊！快！啊，周哥打水漂了，刚刚大概有八九个，
你看着，你看着。哇！哇哇哇！哇！这个猛啊！得亏你刚刚没来啊，九哥。650电视台，欢迎来到《桃花坞》第三季大型行为艺术的活动现场。哎，那我们来采访一下今天这个参与者。好，请问咱们今天的这个行为艺术的名称叫做？飞天，上天。好，上天。具体的内容，活动内容是 ？Sleep。我不考。我这样看先高一点，信不信？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先看。哇，好高！哇哦！你个死样，再看他一眼，刚才。够了。梦姐，你不冷吗？外面是羽绒服，虽然我里面穿的是辣妹装，但我外面是羽绒服啊。好辣，好辣，啊，好辣，比旁边的小辣还辣。这是麻辣，小辣，爆辣。周老师来给我们拍照。那咱俩先上去吧，俩女孩先上吧。咱们上去是不是能帮他们一顿把一把？老姜，别拍了，哎，上车。别拍了，哎，上车了。老姜，上车。他听不见，根本就听不见你说。老姜。哎呀，你好吵啊！啊，我害怕。啊、哎，好舒服呀！呜呼！哎呦！来！ OK， 小心。OK， 好嘞。OK 啦。OK。哎呀妈，我先躺下了。啊。太晒了，这咋弄啊？这太恐怖了！把你小背心脱了，有点冷。我想拿来那个一下。你是人啊？你叫我把这个脱了给你？主要我里面是短袖。哦。我不，更不能脱吧？因为我有了上一季的教训过后，我现在特别怕晒太阳。我不想自己又变成一个煤炭，所以今天在那儿晒着的时候，确实又让我很焦虑，有点太晒了。哎，这个小朋友，谁要把我脸梦姐脸晒疼了，我拿他试问。因为梦姐脸那个晒疼了，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。梦姐，你的脸就是我们的脸。就是桃花坞的脸，可不是呢吗？我脱一件给你们匀一下，你把帽子给弟弟。按理说吧，我们平时都应该收你们过河钱。对。上啊，他管咱们要过河钱啊？谁呀？上的？咱们谁有这个权利？怎么的？咱们怎么的？哎呀妈呀，两家打起来了。怎么地？好了，不收了。哥说的对，刚好热啊，这个太舒服了，真的要睡着了。我们正向往，我们飞耶，站在屋檐下面，对着风歌唱，勇敢飞耶。没有乌鸦啊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乌鸦飞起来很好看的。现在公布揽月家庭人均贡献值，能被超越吗？你们也不少。哎，他们也很多，你们没有第一，我们第二。你们真的赚了很多钱。那还不如你们，没有奖十度。现在公布放逐规则，人均收入贡献值最低的家庭，请选出一位成员，他将独自前往孤独屋度过一晚。
我们家，王传君去。保留曲目是吧？你们安排好的是吧？你看他现在开心的笑容，藏都藏不住了，好开心。人均收入贡献值第二的家庭必须内投出一位家庭成员，并选出第三名家庭的一位成员进行互换。人均收入贡献值第三的家庭无任何选择权，只能接受。一下我就嘎住了，就是坐了一个过山车。请揽月家庭决定家人互换人选。你们怎么决定的？你们咋想的呀？咋想的？弟弟，你不能搞定吗？等会儿，别急，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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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开始你的表演了。来谈个判，我们肯定是要换王哥了。咋办呢？你拿15斤羊粪来比喻我的更不合适了吧。15斤羊粪老累了。180。我们一共就有198。我有种被就是土匪给挟持了的感觉。那我李雪琴吧。我谢谢你。我说实话，我也 OK，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。拿我换王传君吧。为啥呀？我换君哥，这样你们家做吃的好点，然后又有钱。然后你就来我们吃。然后那边的话，我去那边的话，我也有钱。我去呗。行不行？行，你去吧。行。你俩选一个换我。你们选吧。对。啊，我。行行，可以可以。行。那换我的话，换龙哥吧。啊！这怎么突然来这么个这一出？是这样的，换我过来的话，其实换龙哥过去是最合适的，因为我们是两个屋嘛，男生一个屋，女生一个屋。行，就这样吧，太久了。我跟他换，你跟弟弟换，我跟弟弟换，行吗？不行。谁了？定了吗？这我跟龙哥换了吧，行不行？我们家换你，等一下，我们家换你，我们能得到啥？得到一张嘴。人家厨子巨能吃，我巨能吃啊，能吃能花。哎，晚上不睡觉敲墙。我在家确实挺吵的，我太帅了，真不想要了。好了好了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走吧，回家吧。撤了，我们先撤了啊。我们俩下去是吧？我们先撤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其实我想走走，这样可以慢一点，是不是？走走可以慢一点。你咋了？哭了？啊？哭了的。你别哭，你一哭搞得我也想哭了，又不是见不到。咋的？哎呦，你别哭，别哭。你哭吧，哭吧，哭哭也好。谢谢师傅，辛苦了啊。Hello， Hello 啊，这位朋友。说好的宁静的。你这个来算什么呢？借宿嘛。好
好的。哦，一路摸黑骑马上来也挺嗨，是吧？啊、嗯，挺嗨的，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，最后骑着马跑上来的。我现在要骑着小黑去找俊哥，说他在孤独过夜。从山底下上山，从黄昏骑到了天黑，然后看着月亮，天还蛮不错的。这简直是你的梦中情房，有没有？哇，简直了！好不好噻？那我觉得你可千万不要感冒哦。放心吧，丹妈，大家适应的都挺好的。我跟军哥放逐了。放心哈，老汉儿，不是惩罚，不是惩罚，是奖励。我们两个高兴，高兴惨了，我跟你说。太高兴了，巴适的板哈，放心，没得问题的。哎呦。这个先留着吧，看看。这家没我是不是得散？是是是。明天早上你睡不了懒觉了。为什么？早起看。看个日出是吧？嗯。你能看到上面那个北斗七星吗？那个小钩子。看到了。暗暗的，小小的。说实话。我觉得在这儿看星星差点意思啊，不如咱们在虎尾岭看那么得劲儿，给神灯许个愿，回虎尾岭看星星。这么拼吗？神灯神灯，我要去海口，我要去虎尾岭看星星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是我的第一个愿望啊，之前两个愿望先不算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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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烧个火吧。可以啊。哦，这个应该很浓。桦树皮是最好烧。桦树皮。桦树皮特别好烧。行，可以让它烧一会儿。我小时候在农村，就那种灶台。嗯。哦，土灶。土灶，我就老爱烧火了。哦。哎，起来了。粉上来，摊个饼子，拿俩红薯玉米放在上面，我的天，红薯玉米真的，红薯玉米，绝了，土豆，烤土豆，螺蛳粉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来整一波。太多一个，哦，舒服。就是说，在雪山下面吃螺蛳粉，好方便呀，都不用吹，透一透就直接能吃。好可惜啊，大金不在。Oh my God.
巴卡布卡比卡布卡布。要铁子，你干啥呢？你俩干啥呢？我俩现在正被放逐呢。我俩放逐了。老害怕。就你俩呀？啊，那可不，那可不，这不是传统吗？你要不要参观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？对面雪山看得见吗？玉龙啊，雪山呢？啊。肉眼看很清楚，肉眼看清楚，你拿左眼看看。我说肉眼，可以可以，这挺好。右眼，真好。完了，你把神灯踢坏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就王鹤棣啊，王鹤棣花了50桃花币买了一个神灯。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在桃花坞横着走，目前没有实现过，但我们觉得高低可能成一次。埋了个大线，我跟你讲。哎，你说我们许一个五大线出现在桃花坞能行吗？你明儿早上来接我吗？我没有螺蛳粉，我给你煮一个。明天他要拉我起来看日出。你放过太阳吧，让休息休息。就这种话，只有他，就是你放，只有他的脑回路能想得出来这种话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还得是你啊，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。这家没你得散，这家没你得散。叫我杰克平，你来，你那个你脸下来一点，你脸下来一点，大长脸拉下来一点，哎，我再来一个，是这样的吗？可以 ，OK， 哦，行吧，行吧，行，歇了吧，歇了吧，晚安，拜拜，歇了，明儿看日出。就还是并排睡呗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就把这个得倒一倒。我要个床单就行。被子咋弄的？我不用，我盖你那个大衣服就行，而且我也带了衣服。也 OK 吗？我年纪大的人爱睡硬的床。弟，起来吧。你把你的火烧好了，我再去。人起来好冷。我现在升不起来，让我来帮忙吗？我需要你起来吧，好不好？我行吧，但是我不想出来。但我现在想出去。那你出去吧。那我出去了哈。啊，你出去吧，我来先，你出去。
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。我在想会不会看到日照金山的那个样子。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云就被染得火红。我没有看到过整片雪山，它是红色的，特别的震撼。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，看着大自然的美景，接受大自然的馈赠，就是享受一个安静的这样的一个时光。云哥，云哥，好不好看？哦，走吧。好的。写一个规则。走。Nice, bro。你怎么那么精致现在？你洗完热水澡没好点吗？洗完热水澡以后就开始巨困。睡了吗？睡会儿吧。正准备睡了。睡会儿呗。调了个40分钟的。行吧，你睡会儿，我搬家了。啊？我把行李箱装给过去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俩就是说开始努力挣钱了呗。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跟桃花病没有关系了。那是啥？是自尊尊严啊。也是没必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吧姐。呀，新家人来了，欢迎欢迎弟弟。呀，我的室友。我的室友红蜜咋样啊？你俩昨天特别好。是吗？特别美。就是的，走吧，带你来新家看看。谢谢。哪个？这个？这个，这个。哎妈呀，这大床！你们平常睡的床小啊？我们那床小。行了，我上去给雪琴剪视频去了。好了，我一会儿上去找你们。啊。看到哥哥了吗？睡觉呢，还睡呢，睡黑龙觉呢，干啥去啊？那谁整啊？他说的话，你要找他补录音是吧？难道我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呢？那化妆呗。他啥时候化妆？哥哥。对啊，啊，你说王苏龙啊？你以为王哥呀？啊，王哥不重要，那王苏龙。龙哥在房间收拾他衣服呢。你快给他打电话，让他过来，赶紧把江江拍了。有一个那个什么最专业的人士啥的，什么最专业的？行吧，能给你打他吧？能。
就放那里。生活在水里，所以要解决蝌蚪的睡眠。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感觉。嗯，650他们啊，在忙他们的工作，我其实也参与不太进去，会有一点点无聊。啥时候放啊？你姐那个？今天晚上。你喝茶不？喝茶不？你喝茶不？茶。I got a ring， 直接就钻进了 VIP。算了，加油！你从上面看看哪有鱼，你告诉我。没有。哎呀，出太阳挺暖和。王传君，宝贝儿，他俩这个太恶心了，这俩人。这俩人咋了？对岸的朋友，摸摸。他俩能不能不狐狸？就说咱们现在只能隔岸相望了，是吗？你回去吧。我不，这多浪漫呀，多浪漫呀。因为不知道，有点看不明白，但我就无所谓。这样，我们就说你们看懂了吗？玉一笑是咋？我走。What？ 他回来了，拉船去了。太阳都出来了，这船一会儿搁到那个木头了。哦，那咋办？躲。啥玩意儿？终于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睡了吗？我睡了几秒钟。你昨天睡得还行吗？我昨儿啊，反正就眼睛一闭一睁，哦，你就叫我了。那还行。哎，这边是李雪琴吧？白裤子应该是吧？弄完了没有？多大多强？再创辉煌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哥，啊，你挺适应啊！你还记得大富子家不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没事儿。干饭。哎，那我去大富子家吃饭去。现在就吃，那还得走过去，跑老远。我去找大富子家。龙哥好惨，看着龙哥的背影。龙哥，啊，你得把那船往上抬一抬，要不然一会儿飘走了。好嘞。谢谢哥，我给咱来个后空翻啊！哇，弟弟，你小心点！开个玩笑，我不会。你吓死谁呀？这边弹着钢琴，我们这边一个劈着他。啊！哎，我也会这个。这行吗？可以。这个表演叫什么名字？老牛推车。老牛推车。老王推车。回到社交舒适圈，人们总愿意在熟人面前卸下心防和伪装。适应还需要时间，让时光再搁浅一会儿。我做鸟归故里。今天得把这些菜能做的都得做掉了啊！哦，对哈，对吧？我你们几个这个才华，我就完全就是完全就没有。弟弟有台词吗？来确认。没有台词，没有台词，台词那就有另外的朋友。你这摄影师能转？你懂吗？这摄影你怎么还笑场呢？你们这剧组不行啊，最近啊。
这个钟子星自转的这个角度呀，他大概是看了大概45飞，然后导致了这个仙女星系啊与这个银河星系他俩的这个碰撞呀，他这个风确实没办法影响收声啊。最后呀，就导致这个太阳星系啊，太阳星系这个太阳呀，它这个黑子呀，它活动频繁。这个太阳黑子呀，它活动一频繁，导致了月球，它这个对地球的这个吸引力啊，它大大的加强。那大大的加强了，可能就造成了你之前说的那种，羊拉不出屎的效果。最后来一个胯下果仁，应该是这样。正好露出来，这还反应上了。这是蝌蚪到底咋回事啊？咱龙哥演出了一种很无语的感觉。龙哥演可好了，这记者，感觉他们去采访一群精神病。蝌蚪听到巨响而睡不着觉，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。来了，哥，你来了。你听到的巨响是客观存在的巨响，还是你脑海中的巨响？今天的你拥有了昨天的记忆。你和昨天的你是同一个人吗？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那么蝌蚪可以两次听到同样的巨响吗？哎，吓人，做噩梦这得。